不能播吧？这是笑话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 七月号的封面人物。我是修杰楷，我是贾静雯。I know that I'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. I can't have a better. 我已经有答案了。可以，我也。我想跟徐志摩。哇，好浪漫、啊。浪漫吗？我想跟切德瓦。你想跟切德瓦？去流浪。对，还是很不一样的，我还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那个。这种东西还要思考吗？我们先把那个收音关掉，我们就是认真，就是回到以前。对对，回到以前，一定会啊，那一定会啊。可是选择很多哎、欸，你那时候好像也没什么选择。哦，是这样。没有啦，如果是回到，肯定会啊，我觉得还是会吧。对啊，嗯。我要当闪电侠。嗯啊，什么都很快。你已经很快了，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，你平常速度很快。不是，你这不能播吧？这是笑话吗？这剪掉好不好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说，闪电侠他的世界里面什么东西都是放慢的。大人的世界很复杂，但是别人看他动作都会很快。我想变成哆啦 A 梦，就是我什么都可以从我口袋取出来，最方便。哎、哦欸，你的未来算是还蛮复古的。复古就是可以，他已经代表未来了。OK。三高一下，太低。我想要去有一个酒庄，可以在那边生活。你现在的生活就已经很像在酒庄。那酒庄外面，我想要有很多的动物。哦、oh, ，就是一个农场跟酒庄吗？我也希望有很多很多动物，我要有一个大庭院，我们可以一起在那边养猫。对，就是当农夫的概念。挑战制作人这个角色啊，当初有没有去请教静雯姐啊？干嘛要请教我？因为你是妈别闹的制作人。没有，我还要请教他，因为他真的比较就是很适合当制作。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很喜欢讨论彼此之间的工作，或是交流啊、看戏的时候也很喜欢讨论，所以其实，在无形当中，我们都吸取彼此的很多的经验跟很多的想法。不少的想法。要讲述什么不一样？江江依旧帅气。我们依旧年轻。年轻有点牵强。好啦，对，就熟悉。对，我觉得是一种熟悉感。谢谢大家收看。哎呦，台湾。拜拜。